场奇遇的终极大考验。妹妹你哭了，你干嘛哭啊？对你太为难了吗？我没看到呀，疯了啦，请不想玩了，我的头晕头晕。令人难以招架的超级企划，让美眉们面临前所未见的危机，超精彩内容千万别错过。大家是不是都不知道 Run Down 是什么？对，很担心吗？超担心的。担心的点是什么？就不知道他们会设计什么东西来陷害我们。好诡异！吓死我了！今天问题其实真的很简单，我想先问一下，你在棒棒糖啊，待这么久，应该有比较喜欢聊天的对象啊，就好朋友，感情的部分，阿本还蛮好聊的。阿本，对啊，就是很多人生的历练，然后我就会跟他请教一些。对啊，你最好的朋友是谁？李泉吧。但其实大家都很好，只是我跟李泉就是住在一起比较熟。对，今天呢，其实让妹妹啊有机会赚外快哦。全球现在经济不景气，对不对？其实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不简单，但是听好哦，如果下来站在这边的同学问一题答对的话，500块。哇，你太好赚了吧！好，写完马上盖起来。我如果被人家看，故意去看的话哦，我跟你讲，他取消资格。哦。没钱就好了吗？这样写，偷偷背对，这样写，全部哦，遮起来，也只有一个。请问，要遮住，请遮，不能给他看到。我看啊，好可怕哦！你在黑社会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很弱的问题。可以写几个？只有一个，只能在场的，现在在场的。盖起来！马上进行，谁是超级好朋友？妹妹们写下自己好友的名字，若双方互写，就可以参加奖金赛，默契大考验。大家有没有玩过一种游戏？好可怕！就是麻将翻开，你点一个，必须一万，然后你要再找一个一万出来，还配掉，然后就消失。所以以此类推，我先从甜儿开始。甜儿，你最好的朋友来。请亮出来啊！谁啊？豆腐、你问，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觉得豆腐是你最好的朋友？因为我们常一起聊天啊，互相帮助，在节目上也是的。哇，你觉得他有没有把你当好朋友？节目好可怕，我觉得好残酷哦，好内心哦，新游戏吗？可是你最近跟他做过觉得感情可以很好的事情是什么？想一想，最近一次，比如说有出去啊，有看电影啊，一起吃饼干，什么？不对，那边乱提词，是真的？饼干吗？一起吃早餐。哦，就约说，等一下我们8:30，我们去吃饼干，是这样吗？好，他写豆腐，现在来看一下。你写对方有没有把你当做一个好朋友？好可怕！请亮出来，你的好朋友是写。
真的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很喜欢他的个性啊，我跟他很聊得来吧，因为可能是你们在聊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们两个现在也都还是在国中，然后就可以聊得比较多啊。哦，跟其他这些高中、大学的聊得比较大学。你跟桃子姐姐聊得来吗？直接摇头。你有没有跟桃子聊过话、聊过天过？他有教我唱歌过。哇，好姐姐嘛。所以田鹅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嗯，好，你看就这么简单，两个呢几胚马上下来来玩默契大考验。哇，田鹅和豆腐因为年龄相近的关系，自然而然在黑社会变好朋友啦。他们可以靠着好默契拿下奖金吗？好，一人站我一边，不能看哦。请写出豆腐的体重是几公斤，要一字不少。5 4 3 2 1，请亮出来。差一公斤，一公分。失败。哇，这个算热身了，一字不差。我再让你们，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请写出田儿的初恋是几岁。哦，出来啊！你差一点。你本来姐几岁？豆豆。所以你们根本不熟啊，装什么？没有，不知道是虚岁还是实岁。他原本写实岁。后面不要讨论喽。哦，现在想要串通是不是？好，取消资格。好，请退场。打啦！假面的朋友。好，回去坐。我现在抽问。好，想要套招对不对？好，麦克风，我直接问玉兔。哦，好，玉兔，嗨，请把你的好朋友板子亮出来。谁？红狮。为什么？你跟他做过什么事情？就是我们都会一起跳舞啊，然后就是从一刚开始就是我们有一起就是互相努力，然后加上就是我们淘汰赛就是也有帮他跳舞什么那类，我觉得我们的默契十足。对，所以有跟他聊过心事吗？哦，会啊，我们都会聊心事，就是讲最私密的事情哦。他曾经跟你讲过什么样的事？他说他就很喜欢老大什么什么那一种。啊，哦，他真的喜欢我。他就说他有以前就有你的那个啊签名啊，然后我就啊真的假的？连这种都跟你讲？对啊，太私密了。话说玉兔，你讨好咱们老大是没有用的，等等，对了就对，错了就错，像瞒天过海，咱们观众眼睛还是雪亮的哦。天哪！海红师，我想看看你的答案是什么。谁？帅嘛 ！Bingo！ 你也觉得玉兔是你最好的朋友？就是也是最，就是还算很长的朋友，就是交友的那个友情。哦，时间比较长。嗯，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？他一刚开始进来差不多三年，没有，他们两年多吧。哇，两年多的友谊。嗯，很想玩这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我好紧张哦。你们刚好在。